Daniel， 你自己本身是、有什么毛病的？我之前呢是 check 过医生的，就说我是坐骨神经痛，即我自己就在几年前就已经是有这个症状，所以越来越痛，这一两年，所以这几个月呢很痛，就是开始我的腰呢一直即歪歪向右边，歪到很紧要，同埋我最痛是一早起身洗面的时候是企弯不到腰的，完全要企直来撑牙的。所以第二就是冲凉的时候最痛，是所以捽碱啊、洗头啊、起身啊、嗰啲抹身啊都好痛嘅，成个腰系弯唔到嘅。所以我就识呢个 Retabu。之前你有睇过医生啦？医生讲咩嘢？我系响大陆睇过医生嘅。哦。佢讲我个骨系突咗出嚟嘅。所以有俾药你食，你有食佢药？有食药，系嗰阵时候冇咁严重嘅，就系照 CT 照到我即系嗰个骨，嗰个尾龙骨。坐骨嗰個突咗5mm 咯，所以就依幾嗰個時候係2013年嘅，依家係2018年好痛咯，舊年開始痛啦，翻咗嚟痛到依幾個月更加痛。冇食藥咩？冇食，就係食嗰啲supplement咯，即係其他嘅牌子嗰啲，其他牌子都唔得，都食唔好，所以就一直痛咯，彎咯個腰，所以就開始就。2月1日開始食呢個利達波係嘛？利達波，我知道你頭新生嘅時候食一盒，你就覺得好痛好痛，你就放棄咗唔食係嘛？因為你淨係食1400啦。其實嗰個時候我食一盒咧係應該係舊年年底嘅，但係我唔係依足每日都食，嗰時候仲係一日食一條，我仲係可能隔咗兩日我中意又食下，同埋嗰時候咧我係好中意飲咖啡。一日飲3-4杯，跟住就聽講咖啡係唔好啊嘛，所以我今次開始食個Retabu 就完全冇飲咖啡咗咯，一杯我都冇飲，跟住就每日食兩條，就日日都食。2月1日開始食，冇停過，早一條晚一條咯，跟住就食咗我十幾日，1日開始食，食咗我十幾號，已經見緊效啦，即係自己知自己嗰個骨咧，佢幫我可以調整。啲感覺到，依兩個禮拜咧起身就唔好掹住我，同埋沖涼嗰個時間咧係完全唔痛，即係可以彎腰。跟住起身嘅時候咧就洗面嘅時候可以彎我左邊嘅腰，我本來係淨係彎右邊嘅腰，彎我自己右邊嘅腰，依家我連左邊嘅腰都可以彎，即係都會有痛，完全講係冇痛係假嘅，但係係以前痛到彎唔到左邊，依家可以彎左邊，但係都仲有戚戚地，但係有做嘢咯，即係證明到。但係我只話食咗都未到一個月喎，如果你繼續食咧，即係我唔敢會諗係咪真係完全即係彎曬咯，所以就好好咯，食到呢個利達波。咁你點知道講利達波幫你做緊嘢啊？你點覺得啊？我覺得咧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未食之前完全冇食呢個利達波嘅時候咧，就彎嘅時候好痛嘅，痛到咧係根本你冇可能可以彎左邊嘅，同埋個腰伸唔到直嘅，一直。耷住好似驼背、寒背咁樣，所以咧我食咗咧，我感覺到佢喺個大尾龍骨會幫我好似掹到好舒服咁樣樣啊，即係會好似嗰啲感覺到好似嗰啲骨髓咧，即係感覺幫你加強咗，強咗咧就你就唔會個麥意識形住你要寒背，同埋你唔會右邊側。即係會將我個意識，你可以向左。即係我個感覺，我知啊，自己噶嘛，一個腰骨會向左。所以依家阿 Sandy 即係我老婆，佢都講啦：，你直咗好多啦，唔會右邊。上次記得我哋影相嗬，已經響右邊啦。你翻翻睇嗰張相，但係依家我係直嘅。陣間我起身俾你睇，我係直嘅，唔會咁樣咗嘅。哦，係咩？有嘢幫幾時影個相？上次我嚟呢度嘅時候，你幫我。你嗌嗰個係啦，同我啲 staff 叫我哋四個人咧就合照啊嘛，同好似就 Sika 一樣。你睇翻嗰張相，彎到好誇張。跟住 Sandy 翻去睇，哇！你彎到好勁，咁樣樣彎。跟住依家就好 OK 咯。係啊。
當然一個月都未到喎，食咗、啊、可能啊，我咁話好咗已經感覺到比以前好咗三分，唔好話三分二啦，一半啦、嗯。但我只話食咗一個月都未有。係啊係啊，所以你係有食 reserve 嘅冇？冇食 reserve 啊，淨係 retail pool 啊。retail pool 一日兩包。一日兩條係啦，兩包。OK OK。嗰時候我仲諗住我聽錯咗，你食四包個 coffee。喂，如果食四包咩概念啊？你諗下。哦、即係我感覺到食咧早晚一條咧，佢好似真係唔似食其他十幾蚊啊，冇感覺。但係依種感覺咧就係、是、幫我做緊嘢，我知道，好似有嘢喐緊我嗰、那個，即係幫我掹緊直啊，因為我一直聚我依邊嘅，咁樣聚緊嘅。但係佢依家幫我咁樣掹住，即係幫我掹住左邊啊掹翻。即係依家我掹左邊係冇問題嘅。I see， 哇 ，very good 啊，恭喜你啊 ，Daniel。但係依家咧我就係感覺就係、是。即係我坐骨神經係好嚴重，係兩個嘅後大髀係將嗰啲神經線掹住我，但係依家就係掹多少啫，即係可能掹咗三分一啫，以前三分二幫我減退咗。嗯，即係我想繼續食落去就連呢三分一都可能冇掹咯。我會咁有感覺信心。Very good 啊！係啊 ，very good 嘅喎，即係我感覺到就係、是。冇嘅，因為我啲痛咧係幫助唔到我其他嗰啲可能，但係佢真係食咗落去，幫我減輕咗。師姐打俾我響Chinese New Year 點樣樣啊？仲好嗰個時候開始做緊嘢啦，嗰個時候係四號、五號、六號啊嘛，少少啦開始。OK OK， 該你啊 ，Daniel。